你们拍照的时候小心，不要这个相机掉到悬崖下面去了，不要了。你要小心。我没关系。掉下去。你这。传说呢，有一位皇帝，他曾经实行海禁，那么呢，那个是哭，那么正是他哭泣的声音震动了脑海的关系。一仙天。哎，对，好好好，好的好的好的。急转弯吗？啊，急转弯。腿肚发软了。捡来冻了，冷冻了。还没走，欧瑞。欧，好嘞。哎呦我操，这条真的有点发。这个地面呢，它那些正面呢，这边我都去不掉。这就清了水。这台地问题就是他说他们是团队的，是吧？好多人，拉了一个团。有的时候觉得美到跟巧不美，其实两个其实很严厉。